后50岁，其实刚离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能够过这一天，但神让我到50了，能够看到孩子长大独立，你们都是我的荣耀，做一天门徒，做一天主工，对啦，那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对，就是爱要常以为亏欠，那我们爱人不是为了自己或什么，而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个喜乐的门徒，要做一个不是你神学知识多丰富，不是你结多少的果子，重点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叫我们要彼此相爱，然后叫我们要彼此服侍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命令。好的。阿伟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所以最好是有领导，哈哈，我很感谢能够娶到你，哦是，哦，如果没有娶到你，我可能不认识你。哇，对啊，好神。好，嗯，成为门徒后，我觉得我只有很单纯的一个信念啊，尤其是这几年，就是爱要常以为亏欠。对，那我们爱人不是为了自己或什么，而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个喜乐的门徒，要做一个不是你神学知识多丰富，不是你结多少的果子，重点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叫我们要彼此相爱，然后叫我们要彼此服侍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命令。所以对于弟兄姐妹来讲，我可能真的不知道，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的属灵，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帮他们解决到很多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就是用神的爱，来爱我们，神怎样爱我们，我们怎样去爱弟兄姐妹，就这样。那也常常在主日讲道有提到十字架嘛，竖的是我们对焦在神，横的是我们对焦在彼此关系，对，所以我很感谢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关系，对吧？做一天门徒，做一天主工，对啦，那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对。然后50岁，其实刚离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能够过这一天。那是几岁？应该是说复发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。可以到50，但神让我到50了，能够看到孩子长大独立，你们都是我的荣耀，你们都是我的荣耀，对，然后跟立伟这样子在教会，虽然他做全职，他带领比较大的一个，我们带一个小编辑队。但我觉得能够跟立伟一起同工，我觉得蛮感激有这样的经历。然后我很珍惜彼此，那我也希望就是，我常会讲，不过讲这句话，我会觉得说，可能会不会太严肃啦？但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握每次见面的机会，都把这次当作一个最后一次的见面，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没有什么遗憾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今年50岁的感言。感言，